开局就要1800。大家好，我是立秀。官渡之战啊，最后一个武将许攸就出来了啊。其实新武将许攸 SP 郭嘉和周氏啊，在12月中旬啊，在群里啊，消息已经满天飞了，包括贴吧也有对应的留言啊。这个内幕消息啊是特别准的。那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能提前一个多月就知道啊，那我直播也说过很多次了啊，视频里就不说了。许攸这个武将是带着任务来的啊，不得不上啊，是带着任务的。人物必须符合版本，技能必须符合人物，抽卡必须乌羊卡池。奥尼王侯啊，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复杂的啊，用流程图来解释一下，大家就看得懂了。首先，整个流程图分析的维度是敌军啊，不是我军，是敌军。敌军一开始就会受到破绽，当他受到普攻时呢，肯定会降低属性啊，这是技能的第一个效果。然后我们再判断了啊，自身的破绽是否全部被触发，这里最坑爹的就来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敌军身上的破绽有多少个，有可能是少，有可能是多，如果是多的话那就血亏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做一次判断啊，是否破绽全部被触发，否的话呢，那再走一次受到普攻流程， OK。 如果判断了是，那么就进入了下一个技能的触发的效果，敌军会受到虚弱和受到伤害啊提高。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难触发这个效果的。首先我方一个武将啊打到对方的特定一个武将只有 33% 的几率，一回合，对吧？没，我们不说其他什么强攻这种效果，就是最普遍的最朴实的，只有 33% 的几率打到对方的特定一个武将。那么我方三名武将同时打到对方同一名武将，这个几率在一回合里面是多低，你们乘一下就知道了吧，是超级低的。而且这里的触发效果也不是说很好啊，就一个虚弱，我重兵劫掠不香吗？还是顺发的，退一万步来讲，邓艾不香吗？对不对？受到伤害提高，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可有可无的，就天头吧，锦上添花吧。当触发了这个技能以后呢，又进入了下一个判断的环节了，在判断整个队伍所有的破绽，就是15个是否都被触发了。如果否的话呢，那再继续走其他判断了啊。如果是，那么敌军2人的属性将会降低。嘿，能不能大气一点啊？来个3人行不行啊？这已经是流程图已经走到第3步了，已经是都不知道能不能走到这一步了，还这么小气。而且降低属性还真不如上个夺魂啊、制剂什么的。正如现实生活中啊是一样的啊，像我们做生意啊，什么生意是好的生意？越简单越直接，一手卖货一手买货，这种生意就是最好的生意，中间不要要什么弯弯缠子搞个半天的。像我们做产品也是啊，不要一开始设计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业务逻辑，感觉哦我用户肯定要这么走，然后就顺着我的意思走，根本不是这样子的。很多一些新手的产品经理啊，刚入门嘛，他很喜欢设计一些特别复杂的产品，其实他这个目的是凸显出他的一些炫技嘛，就他自己觉得炫技啊，我觉得是特别傻，因为完全没有必要。做产品一个关键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能脑补出用户的使用场景，他使用我们这个产品或者是某个功能的使用场景，他的使用场景是怎样的，使用场景肯定是在一个特别简单的场景下的。如果它的使用场景特别复杂，那证明这个需求是伪需求，不存在，或者是它是一个特别低频的需求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使用特别复杂才能用到你这个功能的一个，它怎么可能是个高频呢？下面这一队就是冀州啊，第一队啊，曹操主将啊，带藤甲加军民，哎，很硬了啊。许褚甘勇无前加横扫千军，横扫千军呢必须配合许攸带一个盛气凌敌，这样才能打出效果来。而且虎痴啊配合横扫千军伤害是很足的啊。另外一个技能啊就是许攸的传承技能啊，定谋贵绝，主动技能使敌军兵力最高的单体嘲讽我军全体，并使其受到伤害提高，持续一回合。怎么说呢，这个技能不一定要用在许攸身上啊，其实是个百搭技能，但是嘲讽兵力最高的单体感觉实用性就不高了啊。
我们三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，对不对？就这个道理嘛。我乃丞相故交，徐子远是也。你这么一个狗东西！狗东西！最厉害的来了啊！这个队伍的缘分，狗东西。曹操获得光脚的效果，随即一个宝物失效，这是个 debuff 啊。而许攸的兵力减少80%啊。许褚这里厉害了啊，武力、速度、统帅各提升50点，士气提升至120点。哎，天哪，这可是划时代的效果啊！以后我们不管路途有多远啊，我们直接一条直线打过去，就不会怕士气不足了，因为许褚直接就是满士气，这个太牛逼了啊！策划没想到有这种格局，能直接把这种底层逻辑都改了。因此许褚这里输出是特别爆炸的，不再是乌羊卡池了啊，因为我们也知道许褚是抽五张出一张的那一张核心卡嘛，稀有卡，不再是乌羊卡池了，漂亮。哎，刚才的组队啊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不要被误导了啊。那么许攸的介绍啊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强肯定是不强的，但是可能能开发一点黑科技比较有趣的东西，大家低调一点。如果许攸能开发出一些黑科技比较有趣的，低调一点，不要到处说自己爽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那喜欢和历史聊天，每晚10点啊，来 B 站直播间啊，永久免费看好配件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